十字路口对向车道轿车左转弯直行白色机车紧急刹车，但还是来不及，猛力撞上右后车轮，长腿妹瞬间前空翻一圈，背部着地重摔，痛到爬不起来，安全帽也当场喷飞出去。长腿妹坐在地上，表情好委屈，有好心路人帮忙捡起手机。这起擦撞车祸发生在高雄左营区，轿车左转弯没有礼让直行机车，造成长腿妹手脚多处擦挫伤。行进路口转弯车应礼让直行车。古山区这处路口则是垃圾车，看到前方车辆要左转弯，于是向右切超车。阿嬷骑着机车看到后擦车减速，但后方另一台机车追撞上去，当场前翻一圈，两人都摔在地上。哎呦喂！美丽岛捷运站外道路轿车直行车道违规向右回切，直接撞飞双载机车，造成女骑士和女乘客在地上翻滚，手脚破皮流血，担心可能会有脑震荡，救护车到场把人抬上担架送医治疗。将处新台币600元至1800元罚款。车辆行经路口左转右转要礼让直行车，不要鬼切，机车和前方车辆也要保持安全距离，否则前方突然一个紧急状况刹车，容易发生追撞车祸。记者夫人王淑红高雄报道。我是方燕迪，主播工作让我学习倾听所有人的意见，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断。也许我们无法踏遍所有土地，但能从新闻里看尽每一道风景。我是方燕迪，请您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记得要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哦。